这婆娘一个电话喊我过来，竟然还不让我搬进去。好在我没办法的时候来了个收租工的老哥。怎么样？你刚才不还好好的吗？慢点，我终于搬进来了。好了，这不都好起来了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不着急，我准备在这住两天，看你是不是居心不良。还住两天？不是，你住两天啊？那你去哪儿？我和小曼睡下面，你睡上铺。你跟小曼睡下面，那你住几天啊？还不清楚呢，看情况吧。不是，你这不纯纯当 Steven 吗？没用啊，太吵了，我出去散心。唉，你怎么不哭了？太苦涩了，哭不出来。我把这个箱子里面东西拿出来收拾一下吧。我们是不是发展太快了？是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我擅自揣摩他的心意。你说的对啊，是我没考虑周全。我去找宾馆住一天吧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我们也没认识几天，虽然每次相遇都乐呵乐呵的，但我们肯定不够了解彼此。我先走了。我有时间去慢慢了解。我是觉得我们进展太快的话，这样你会不珍惜。原来他怕的是这个。那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珍惜什么呀？那属于我的，我肯定会珍惜。别拼了，回来吧。哎，好嘞。那先收拾，我去洗个澡。啊？啊什么？难道你来了之后我就不能洗澡了？能。终于收拾完了。